为什么这么喜欢巴士？我是觉得那个应该是跟爷爷有关系。常常小的时候，家里没有车，我很想出去玩，所以他带我去都坐那个巴士，什么模就是几号到几号。哦，哇哦，那个都有点。那以前啊，现在但你应该也有人这么做。在台湾到七年了，那住的地方我也选择离地铁比较远的地方，所以我一定要坐巴士。 即阵咧，我做这部简单的代志，就是用咧福建话介绍我即阵转来的reason。我甲陈建斌大兄主持的这历史福建人 Season 2， 这节目真好笑、真趣味。我介绍真侪福建人的物件、文化啦、食的物件啦、风景 scenery 拢总有啦。 卖飞机啊！爱看《Singtel TV 加了历史福建人这个节目。谢谢，拜拜。